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是很晚的时间，所以我讲话小声一点。好，蛮幸运的，就是花了不少钱之后呢，抽到了这个紫色的灵。好，在这边。好，这个淘气莫魔赖。好，那它的数值呢不是很漂亮，因为它是底子。好，这边的话有更好的，譬如说像这个小度二，攻击速度59%。好，整个能力都比较好。那这个是古月牙狼、天坛金、千年之龙。好，那这些是比较好的。那想说拼看看，好看有没有机会抽到顶子，所以我们就来转。好，来更换咯。更换。期待期待，希望是顶子啊。800钻不便宜啊，小度二，为什么？干，又是一样的目光磨磨赖，差不了多少呢？天哪！哇，接下来2800就不能花了哈，不能花了。哎，那我原本的还可以拿回来吗？不行欸，所受暴击伤害减少6。哇，怎么会挂了？哦哦哦哦，我先回城，先回城。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再看一下好了。怎么办？欸，这个可以变回原本的吗？好像不行欸。好吧，那看来只能收了哈，只能收了。那就收吧。哎，没有呢，它可以再让你选择，看你要哪一只。哎，看你是要淘气还是要目光，哪一只比较好啊？好像这个比较好哦，因为它是受到技能伤害减少率10.8%，应该是这个比较好。好吧，那就收淘气吧，第一只。旧爱总是最美。好了，抽出来了。好，抽完之后呢，战力没增加多少，变7621。OK， 就继续加油啦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还没放哦，还没放。好，忘记放出来。不对。哦。哎呀，变8100啦，有差有差有差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啊，真的这次真的花了比较多钱。好，希望不要再上头了，各位朋友，玩得开心。